Today,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Master Liao Fong-Sheng, a Qigong Breatharian,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as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Jing Dian Zhong Chang Shuo, Ren Shen Shi Shang Di De Dian Tang. 不过任何灵魂要获得这个住着上帝的神圣人生，相当难能可贵，要很有福气才能出世当人。清海无上师曾数次谈到人生难得。To be reincarnated in the human world is hard. You have to have enough human quality. You have to have affinity with the parents, yeah? And with the society, with the people around which you were born. And very difficult. To be a human, you need some merit.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 in the past in order to be able, yeah? To be able to pick a human birth. 作为上帝在世的殿堂, 人生具有满满的超自然奇迹，这些在灵性意识强、生性造物主的人身上会苏醒而展现出来。食气，也就是拉丁文的断食，是指人能够不吃东西而活。自古以来，一直都有人能凭借其生命力普拉纳来维生。 不吃食物的食气者蒙上天加持，可以从自然界吸取能量来获得营养。They live on the qi from the ground or from the forest and from the sun and from the air. They make use of all that. Or they live on love and faith alone. 这种食气者以阳光、水或普拉纳为生的人，在世界各地各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慈爱的造物主确实为我们设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奇迹。我们只需往内探求，就会明白身为上帝的子女，一切具足。清海无上师慈爱地建议无上师电视台。 每周播出一集节目，介绍古今在世上选择断食的人士。希望观众们喜欢他们崇尚灵性的故事，希望大家敞开心胸增广见闻。现在邀请您一同观赏师徒之间节目《食气的气功大师廖丰盛》第二集。本节目探讨断食的可能性，但并非完整的指示。为了您的安全，若无专家适当指导，请勿停止进食。 食气术在中国源远流长，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道家的摄生月令曰：食风者，灵而延寿；食谷者，多智而劳神；食草者，愚痴而足利。
食肉者多嗔，福气者长存而得道。为了得知更多气功与十七术修炼的知识，无上师电视台在福尔摩沙台湾的记者访问了气功大师廖丰盛，他自去年起已经转变为十七者。为何廖老师选择开始断食？他是如何转变只靠宇宙能量或普拉纳为生的呢？让我们一同来了解。廖老师于1959年出生在福尔摩沙屏东的一户农家里。毕业后，他曾经担任教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来转行经商。常年辛苦工作之下，他罹患了许多职业病，最后由于关节炎无法用双脚走路，而必须动手术。不过廖老师在开始练习自发功之后，他的健康与生活品质都明显的改善了。练这个自发功的时候，他自己去找你的痛点，你的疾病一定要先把你的障碍铲除之后，才能够调节你身体的循环。调节你身体的循环之后，把你的循环调好，它整个气路都通顺了，然后我们才能够谈到强身健体。我们从疾病治疗、强身健体，然后一直到你的灵性的修为，都可以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做。你每次练功练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身心非常的舒畅，然后你会觉得你身体的废气全部都排掉了，还有采气的动作。那你如果采气跟排气，那你身体的循环一进一出，把你身体的废物啊什么全部都把它排掉之后，那你会觉得练完功你会身心舒畅，脱胎换骨一样，神清气爽。我们在练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把你的疾病来做把它汰换。所以他是如何从练自发功之中发展成辟谷的状态呢？辟谷并不是我去学啦，是练功自然就进入辟谷的状态。大概在去年11月的时候开始进入辟谷的状态，啊，断断续续的，大概有21天的辟谷。21天的辟谷之后就开始吃东西，吃了大概2个礼拜，完，然后就渐渐的进入常态辟谷。也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气功你练到强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大宇宙、小宇宙的理论。当你小宇宙自成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你自给自足，你可以采取外面的能量进来，你吃的东西就会慢慢的变少，慢慢的变少，那就慢慢的就不吃了。啊，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大概半年多了。请锁定无上师电视台师徒之间节目，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介绍十七的气功大师廖丰盛。欢迎回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我们继续介绍十七的气功大师廖丰盛。当他的身体不再需要物质的营养时，廖老师也渐渐完全停止喝水。要如何透过练气功来达到十七呢？
廖老师分享了一些他的洞见。所谓的财气，包括自然的能量、空气中树气、阳光、月光各种能量。有了这种能量，便可练习辟谷食气的能力，经由三餐减为两餐、一餐，然后进而不饿不吃，便可让自己转变成食气，而拥有新的采集养分系统。在练气功的过程当中，辟谷有何不同的阶段？他们与未练气功的人其断食的过程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了成为食气者，需要克服什么障碍呢？廖老师为无上师电视台的记者做了深入的说明。辟谷过程一般来讲就比较有一个阶段性了哈。我们辟谷的前三天会比较难过一点，因为你从有吃东西到变成没吃东西，我现在都是以辟谷时期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练功到辟谷的状态。在前三天，因为你本来有吃东西，现在你不能吃东西的，不是你不要吃，是你吃的你会很难过，你会要吐出来。你吃不下去，吃下去你整个里面都满到像你吃到已经撑到上面那种感觉啊，然后你就会想把它吐掉啊。那这三天你会觉得很难过，因为你看人家吃你又想吃啊，你又吃不下。三天过了之后就会比较好一点啊。那大概到了第十天到第十三天的时候会比较有疲惫的状态，因为在一段这些辟谷的运作下，身体跟你的精神方面哈，你的体能要做一种超越的动作，进入一个正常的辟谷态。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比较累，好，还会比较虚弱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会比较痛苦。那过了第十四天以后就会比较正常了，那以后就比较顺了。你就不会有那一种像刚刚说要想吃啊，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廖老师仔细地描述在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的情况，并且建议应该如何处理。第一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叫做排毒期，它要辟谷的时候，因为你不吃让你的肠胃全部都空下来，然后你把你里面的毒素排掉。所以说你刚开始要辟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拉肚子了呢？有很多辟谷排毒的状况就是这样，你会排的便就会比较黑一点，会比较褐色一点，然后你小便呢也会比较浊，比较褐色，然后你身体会发臭，因为排毒嘛，那个气从你的那些晦气啊什么从你的身体所有皮肤啊穴道啊排出来，然后它走到旁边，你好像有一点那种，你像你看有时候有一些老人家他身体就会有一种老人家的味道，哎，比那个还要臭啊。那有时候会有一点黏膜状，会有一点排那种黏膜的液体出来，然后讲话也会臭，那也没有办法，你就多漱口这样子而已。那第三天以后呢，到第七天，我们刚刚讲是排毒，就像一个仓库，你先要把不要的东西先丢掉，那我们叫做第二个阶段，就在第三天，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内，刚刚讲排毒以后，在一个礼拜以内，我们叫清仓期。就是把你这个仓库我们把不要丢掉。排毒期之后将经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清仓期。清仓期这个状态就会燃烧你的脂肪，还有你多余的养分，像你有过于肥胖的啦，这一些体内的油脂就会在这个状态慢慢做燃烧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有灼热的感觉，会觉得说会比较虚弱啊，还有嘴巴会比较淡淡的，没什么味道。那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什么菜比较重的味道，你就拿一个含一下，让自己觉得舒服一点就可以了。那这个叫做我们讲的清仓期。开心的观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下周日请继续收看食气的气功大师廖丰盛第三集。
接下来焦点新闻后，请继续收看无上师电视台的美好人美好事。上帝保佑，再会。We appreciate your happy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Join us again next Sunday for part 3 of Master Liao Fong-Sheng, a Qigong Breatharian.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Good People, Good Works. 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God bless and farewell for now. For more details on Master Liao Fong-Sheng's Qigong classes, please visit blog.yem.com/Qigong or email pts333@hotmail.com.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